中国的农业农村部近日是公开了牛肉市场监测的结果，显示今年以来牛肉的价格是持续的下行，不少地方的牛肉价格甚至是已经逼近猪肉的价格了。我们来看到数据的显示，在六月二十一号，中国的农产品批发市场牛肉平均价格一公斤是六十点九一元人民币，相当于是台币两百七十五块。相较于今年的一月，一公斤是八十点一七元的价格，是下跌了二百分之二十四跌。 到了近五年的新低，而中国肉类协会也测算，目前是有百分之七十的养殖户已经是陷入了亏损的境地。其中一名养殖户还表示说，养一头牛就要亏损台币二点二万，他还不如去送外送，还比较赚钱。但其实中国呢，其实是全球的牛肉消费第二大国，仅次于美国。在二零二三年，中国的牛肉消费量是一千零二十七万吨，相较于前一年反而是增加了百分之四。所以从需求。 角度来讲，牛肉的消费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相反的还是在稳步的增加，所以牛肉的价格下降，主要还是供过供给过于呃需求所导致。另外可以看到，中国很多的餐饮企业近来是纷纷下调了菜品的价格，其中像是和府捞面整体调降的幅度大约是百分之三十，就连火锅连锁店海底捞在二零二三年人均客单价也是下降了百分之呃下降了九十。 九点一块是下滑了五点八块人民币。那价格调降的主因哦，主要是为了迎合市场趋势。从中国的经济的大环境来看，百姓的收入下滑也造成了消费意愿信心下滑。再看到香港的状况，经济状况也不是很好。自从实施了港版的国安法之后，也冲击到当地的经济了。根据香港信贷公司一项调查显示，香港的家庭财务状况是持续的恶化，有超过百分。 百分之四十的香港人正在削减开支，更有百分之二十的家庭是已经无法缴付当前的账单了。也有百分之二十三的年轻人表示是有财务困难，让他们原本寄望跟中国通关之后带动消费人潮来港，不料反倒是香港本地的消费流失，更凸显香港的经济面临的困境。